没有一个游戏是接龙的。可以啊，成语接龙吧。哇，太不利了。不是玩那个花园滚人动物园吧？可以可以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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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吗？怎么玩？别拍了。就是我都会说一个类别，比如说花园果园动物园，我说，然后我说海洋，你就要说鱼，然后你说虾，不，你可以说鲨鱼，带鱼，章鱼，章鱼虾，然后什么船，不可以重复，可以不可以重复，不可以，不可以重复，就是我说完，我说完鲨鱼，你不可以再说鲨鱼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你先开始吧，明白了，等会输了怎么办啊？输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输了。用屁股写自己的名字，用屁股怎么写自己的名字？屏幕写，而且长。好了，这个可以。啊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我的字太多了。我们就是要跟着看这个笔画好了。人家做 CG 的时候要跟着你的屁股做你的名字出来的。来来来，三二一，开始先。好玩。开始来了。好，预备起。花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、花园。玫瑰，梅花，霸王花，蔷花，月季，薰衣草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是什么？剪掉，我们剪掉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动物园、果园、蔬菜园，然后就你可以说动物园里有什么，然后之后就来开始轮了，明白了吗？来吧，很熟练嘛。哇CG 做好了，把它。你写的什么？接。哎，错了错了，回去。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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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个。勾，点。OK。来吧，该你，从你开始。输的人可以选下一个惩罚，下一个惩罚就是用真心话，真心话吧，真心话吧。你开始，我来了，你来吧了吗？嗯 ，OK OK， 来来来来来来，预备，三二一，花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。我们现在周围有什么？摄像机，人，雨伞，火。哎呀，为什么你说果然？他心里已经想好火了，然后被他给说掉了。你为什么说我都说？哇，什么叫火人？你要进去吗？火然是。啊火火的上面一点点，对，他说的是对的，火燃。那你为什么不接呢？真心话吧。真心话，真心话，那问一个吧。谁想？你有没有追求过一个男生被拒绝过？这样子可以，这个是可以播的。就没有啊，就很轻松，对吧？我没有。你看，那你问完了，来吧，开始吧。花园、果园、动物园。地底下有什么？蚯蚓。地瓜。草蜢。石油。土豆，哦，不对的话，地瓜，不对，垮掉。所以你何穗，输了。来吧，你们问吧。你一开始知道要录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心情是怎么样？我知道有王嘉尔很开心。不要这样。哇！没有没有，是因为当时我听到的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嘉宾的名字是你，但也是唯一一个我都不在。留下吧，好不好？留下吧。因为没有，因为我当时来的那个谈的时候，问的时候是我只知道一个人的那个名字，就是嘉尔。然后我当时看你那个节目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这个男生好可爱，好阳光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就是你比电视上其实更加注意细节，更暖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是只是很有意思，是一个综艺卡，很有意思，很幽默。但是我不会，就是我们这才录了两天，会觉得说好多细节里面，你做到那种让我会有感动到，会有点说，哦，你这个很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，你都有在去关注到、care 到，不管是人还是很小的事情，就是让我有蛮大的，就是自己心里面有震撼的。